来跟阿布聊一下你的过往，过往过去这样子。他说你四岁开始学舞蹈，对，因为我记得妈妈很想要我变成艺人，是因为妈妈想看《放浪兄弟》本人。放浪兄弟本人，你妈妈的愿望蛮实际的，挺好的，但是不擅长运动。谁写的？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我去年运动会木曜的运动会的时候，被台湾的大家发现我不太会跑步这件事情。其实我的印象中小学的时候很会运动，可是那是印象中啊。对，印象中自我感觉良好。可是好像同学说我小时候就这么烂。然后呢，你2011年呢就成为是 AKB48 的 Team Four 的正式成员。Team Four， 所以它是 One Two Three Four 这样，一直到48。AKB 48，所以有 Team A、Team K、Team B、Team Four、Team A。Team A 的话就是王道偶像。王道偶像，听起来好强啊！多多，对对对。然后 Team K 是比较会运动很强的那种，然后 Team B 是比较可爱的人。然后 Team Four 都是比较不会跑步。太狭隘了。不是 Team Four 是那时候是新的妹妹她们，可是我后来变。是 Team K， 在 AKB 的时候也办过运动会，就是接力比赛的时候，整个 AKB 的粉丝很期待 Team K 一比是第一名，然后我常常粉丝傻眼。因为说你是 Team K 的，但是你的跑步怎么回事？所以是真的不会跑步，真的比较真的不会跑步。然后呢，你在2012年的时候 AKB48 演唱会就有踏入了东京巨蛋表演。对，哇，厉害！2012年我还在那干嘛？我只是一个上班族哎，真的上班族在上班族。2012年我还是大学生哎，对啊，比较大的他比较大，他70了。我才59而已。到底哪一个是真的？我比较大是真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以为一直以为他比较大。你比较大。他的表演比较老。什么样？太阳就太阳。台哥的什么？台哥上身。那进去那里面应该很震撼吧？因为要看 AKB48 的人应该很多。对，好像50,000人。50,000人，好多，比台北市人还多哎。没有啦。我们怎么？大跳都他们看到我们是蚂蚁小蚂蚁，那个跑步给他们看，我就哇不出来，不要，那是有丢脸，50,000人的面前丢脸，你有一点点日文的口音讲丢脸，感觉听起来真的很丢脸，笑我ですか，可恶。你2013年的时候啊，还有登台走秀成为模特，对，因为我其实小时候的梦想是当模特，因为你不想见到妈妈，是你妈妈想见到。不是在，你小时候喜欢的模特？对，我想当模特，然后进 AKB 的时候，其实是被妈妈骗的。妈妈跟我说这是可以当模特的甄选，可以去看看。然后后来还发现，好像不是。妈妈骗你，跟我妈妈骗我出去出国的感觉差不多。真的？你跟朋友一起出国啊，然后把他送去另外一个。哇，你们妈妈都骗好大，我妈妈只有骗我说小时候不洗脸，苍蝇会在我脸上大便。李小青，有时候我一直洗啊洗啊，但我还是一直有痣啊。我想说怎么办？这个痣在我脸上大便，我会死掉。我妈都骗我那种小的东西，他们骗你的都是决定人生的东西。可是太可爱，吓死了！太可爱，我不能挖鼻孔，我鼻孔会变大哦，超不敢挖。就长大鼻孔还是变大，这个是真的？哪有？才不是哎！我全家鼻孔都这么大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？但是你2019年在台北小巨蛋 AKB48 演唱会中正式毕业。对，因为那时候觉得可能我的年纪也是差不多，就是可以做别的事情看看这样。但还没见到放浪兄弟。我在日本的红白的时候。我见过很多，见过，但你妈妈见到了吗？妈妈，好可惜啊！妈妈现在的目标是见到金城武。你妈妈野心很大，金城武比放浪兄弟还要难很多啊！因为在台湾，她以为金城武在台湾，我不知道。像 AKB48 这种，都有很多同事或者是竞争者啦，要怎么样让自己被看到啊？那时候我一开始以为完美的人才是最棒的人，可是。
请他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我们继续讲。不好意思，结果也不一定是，就是每个人都喜欢上一个人的地方不一样，所以我一直找不到，就是我的粉丝是为什么喜欢我这样，就是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努力是对的。我那时候以为大家想看的是完美的我，后来知道的是我的粉丝都是看到我的自然的一面，真实的你。对，是真实的我，所以后来不用装了，就是开始自然表现之后，觉得自己也比较舒服，然后工作很开心。我觉得你很适合超谐星，没错，没错，我也觉得，我刚才也正想讲，因为你做自然，观众会喜欢。那自然的你本来就是蛮有趣、好笑的话，你就很容易带欢乐给别人。哦，我觉得阿布的中文是我认识的，就是日本朋友里面最好的，真的，我有好多台湾朋友讲话比你还不清楚，真的，好多的，理解，你还敢问他？你还想问？你还想？你还说你自己不是搞笑？那我要讲出来是谁了？不要，先不要。好了，你有什么还在努力的事？我现在很想学那个台语。哦，台语。对，因为我想成为一个在台湾最受欢迎的日本人，所以想要连阿嬷阿伯都喜欢我，他们比较讲台语嘛，所以如果我会台语的话，更多人喜欢。这很伟，我觉得很伟大，我很感动啊。对啊，我身为一个在台湾不会讲台语的人，我真的会很感动，因为 I don't care about 台语。喂，大丈夫ですか？大家都知道，我的朋友只有这个而已。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保证落后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你干嘛讲出来？小心你还说你不想搞笑，我每次被他们说你在吵，我就从14楼跳下去这样子。明明这里不是这样子，都死掉了。别再讲了。就是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目标啊？我很想开 YouTube 个人频道，大家都这首歌开始知道我会跳这件事情，所以想给大家看别的我。你真的很有想法，你很有 sense， 真的很有 sense。然后回去看阿布第一个影片，跟大家介绍化学式这样开始做实验。好的，接下来我要把聪明的阿布，接下来我把这两个化合物放在一起，然后一边跑步一边弄。那完全就是搞笑艺人了，好不好？融合完之后呢，会骑马射箭。我很会射箭的哟。朋友们，订阅嘎哇奇瑞，开启铃铛，别错过任何影片。欢迎加入深度会员支持节目哦。